擅闯宫打伤多名侍卫，卑职是怕他闯下大祸，本王自会带他回去严加惩戒。我用不着和你虚伪，谋逆重犯安氏之女，投入到我的门下才够活到今日，你敢在进宫中闹事，当真是疯了吗？是，阿锦明白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都必须一路黑心剑。看你是活腻了，你要是再敢过眼识人，本王绝不手软。那宫我不进去，只能活一个。这道歉跟你一样是有前往，可是谁派你来杀我？我他亲自把你捣乱。认识你这么久，刚刚才知道你的名字。你走吧。人呢？人呢？主张克制不了就无法忍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他的是我来承担。看你本王怎么感动，真没想到你也是一位绝色演员，难怪裴行俭几次舍命相救，原来是怜香惜玉，英雄救美人。轮得到你？说的没错，我本来就没想过什么。